咁啊，今日嚟到之前，你係咪想又講下即係咁啊？木經眼藥水同埋心通啊？係啊，因為咧神父佢交代咯。係啊，因為佢講就話咧，有啲朋友仔咧就想了解多啲嗰個迪心通，即係嗰個安宮牛黃液咧係點樣食啦，同埋咩嚟啦。咁所以我好快咁簡單再講一講。其實呢個安宮牛黃液咧，亦都係咧就係元首級國禮啦，係叫做安宮牛黃液，佢名叫安宮牛黃液迪心通，其實佢就係、是可以係俾大家好似安宮牛黃丸咁樣擺喺屋企，愛嚟做旁身，愛嚟擺屋企鎮宅用咁樣啦，咁樣用。咁因為咧其實安宮牛黃丸咧，佢本身咧嚟自清朝，都有同眼藥水一樣啦，都有二百幾年啦。咁係因為吳谷通嗰個藥廠個温病調變咧，嗰、那個配方整嗰個配方。木經眼藥水就叫木經大成啦，佢就叫温病調變，咁就喺清朝乾隆就救咗，因為瘟疫裏邊救咗幾十人，所以聲名大振。咁由十二味嘅中藥組成嘅，當中咧就有兩味叫紅黃同埋朱砂咧，就有一啲嘅水銀嘅釋放出嚟，所以咧就唔能夠長期咁食嘅，就只能夠咧就係連續最多食三次嘅啫，一個月一粒，連續食三個月之後就要隔好耐先可以再食嘅。咁我哋呢個迪心通安宮牛黃液咧，其實咧就其實佢就好似安宮牛黃丸咁，因為其實主要嘅成分都係牛黃啊。牛黃喺中醫嚟講咧，都係清熱解毒啦，通心經、通肝經，可以亦都係。温病啦、冷病啦、冷熱病、温熱病咧，都可以去。譬如有時有啲頭暈啊、心悸啊、心跳啊、成日發冷啊、個人好嬲啊，即係熱底或者冷底出嚟嘅嗰種或者頭暈啊、個面變紫啊嗰啲。或者中間心口呢個穴位度痛啊，嗰啲咧都呢啲係突然之間有時會發生嘅，可能中暑啊，好多原因都會突然間有啲問題，而佢係可以我嚟一即刻將嗰個安宮牛黃液即刻倒半支落個脷嗰度咧，即刻飲用咧就可以即時去咗嗰、那個通咗個心經同埋個肝經，就可以即時有個保命作用啦。咁而且因為佢比安宮牛黃丸咧就更加即係有兩樣唔同嘅特別之處啦，就係因為。這個迪心通咧，佢可以係液體啊嘛，就唔需要即係譬如有時可能個人暈咗，或者都可以即刻倒落個脷度飲啊嘛。就如果你係丸，你要撞碎佢嚟喂佢就困難啲咯。咁另外咧就係佢冇嗰種嗰兩種毒藥啦。同埋咧佢係嗰個牛黃，其實安宮牛黃丸最主要就係牛黃。因為佢嗰個牛黃咧，我哋呢個安宮牛黃液咧，個牛黃咧係中醫藥典裏邊安宮牛黃丸嘅三倍嚟嘅，咁所以咧佢嗰個清熱解毒啦、涼肝啦、通心經、肝經咧，係功效咧更加大嘅。咁所以其實擺屋企真係頭先我所講嗰啲問題出現啦，就即時倒半支。咁因為佢都有效期嘅嘛，咁如果去到差唔多接近一個月有嘅效期之前，你咪可以每日滴。每日滴兩次，每次滴十滴，因為佢有550滴嘅，滴落啲熱水度，90度啲熱水，因為佢嘅濃度係好高，你倒落去之後咧，等佢涼少少，即刻飲落去咧，就可以做到保健之效咯，就唔好嘥咗佢咯。係啦，就係呢個就係嗰個安宮牛黃液嗰個好處，我哋嚟緊。呢、這個產品都會在市場上面都會大推咯。即係不依家已經可以上嚟買啦。係啊，有㗎啦。其實而家有啲朋友仔嚟買咗，但係佢有啲可能唔係好明白，所以就再解釋多次。係啊，特登就話今次再簡單講一次啦，即係唔係話好強力咁講啦。咁眼藥水咧？嗱，咁眼藥水咧，其實最主要再提一提提大家嘅啫，因為呢個木經眼藥水咧。佢嚟緊六月一號咧就會正式升價咧就780蚊嘅啦。咁所以咧，依家今個月咧都仲係580蚊，係最抵嘅時間。如果大家真係有啲用過，覺得好想介紹俾屋企人，特別係母親節啦、父親節就嚟啦，想送禮物俾爸爸媽媽，眼睛明亮，呢兩個都係好好嘅。好好嘅一個嘅禮物咯，母親節星期日啦，係啊，父親節下個月啦，咁你可以早啲備定，即係眼睛啦、心臟啦、保健預防啦，都係好緊要咯，即係所以就提一提大家，即係啲眼藥水就係、是，係啦，咁到時仲可以有個抽獎啊嘛，係，咁啊今日啦嚇，咁啊即係一樣啦，咁啊同上一次一樣啦嚇，咁啊都係會咁啊大家留心聽咁啊嗱咁啊節目啊，咁啊都問一條句問題，咁啊最快 WhatsApp 84811079。
答到正確答案的網友，十三會都復翻嚟嘅，咁啊亦都會係每人就一支啊，咁啊目經眼水啊，咁啊即係咁啊希望大家啊就留心聽啦。好，咁啊今日差唔多啦，好，拜拜。拜拜。